多一对，嗯，好，加下去之后，让锅铲搅拌一次，让盐卤跟豆浆充分混合，来，立刻开始反应了。有，好，豆浆的蛋白跟盐卤产生结合，就变成块状物。嗯，好，那实际上在外面做豆腐呢，盐卤在或者是石膏。外面做豆腐的老板不会把这个豆浆温度拉到100度这么高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致命伤，或者是所谓的缺点，就是豆浆温度越高，做出来的豆腐越少。那因为你们没有做过，不知道其中所以然，也就是实际上来讲，很多化学变化。